现在我记性不好，我也不记得妞妞，我跟她说你们两个有奸情啦，我们没有奸情不啦，你两个有配合的哈，有那中间的情分哈，中间的情分。所以讲你甲秀琪有出一个新的歌曲，对，新的歌曲，啊是要唱现场啊，唱那个。你讲要唱现场的？哦，那是现场啊，可以对嘴吗？不爆吗？不爆的。没有，因为那是新歌。新歌要唱现场哎，有我带卡啦。哎，老师揍老师一定马上，老师一定马上会揍，是，对呀、啊，老师听起来就知道一定很厉害。答对了，老师会不会解？啊，那个拍鼓起来吼，伊若要大鼓，你才对去。你甲唱我听，伊就甲你走啊。好，来，甲对等你。OK， 来安排好听，好听。谢谢在这首《我的眼》送给大家。哎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那个他转那个他跳，然后你要后空翻300下，你不是劈腿吗？那个卵老师他都欺负我了。空翻去吧，你就在没有必须看，心内感受。哎，我们的舞曲。对，我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这样子冲过去。你们的掌声在哪里？哎，加油看嘛！啊，多年的心我卡发表啊，你听。没浪费时间，心内感受，看到所有遗憾，把回味温故，春风未温醉，情人未温醉，千朝未温归。是对着的情爱，我心底的告白。也在金元宝唱片公司发行我第一张，就是也是首张的个人专辑《你不是唯一》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也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秀琪的现场。謝謝好 ，OK， 来，接着我们来介绍咱这位啊，这个秋花哈，非常大白的邱云子来到现场要演唱，但是。